你诽谤！看我诽谤！证据在我的手上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你可以把他们拿给董事长看，我也会去跟董事长解释。我跟艾丽森确实没有办完离婚手续，可是我们已经分居了，跟离婚差不了多少。现在也没有任何联系，所以他和这家公司有没有联系，我也无从知道。如果董事长不信任我，大可以取消今天的签约仪式，重新找买家。 就算S进出尔反尔的新闻让股票继续下跌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你不是 S G 的股东，我也不是。只要董事长愿意为你的诬告买单，承担损失就可以了。现在请你出去，这里是我们的贵宾休息室，你要等董事长，外面等。我告诉你，林伟，不要这么盛气凌人的跟我说话。新州市采莲路白领公寓501室。 听着耳熟吗？没听说过。那你呢？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警察在那儿抓到两名黑客，那两名黑客就是入侵闺蜜星球数据库的人。我不管你们是谁主导了这件事，在警察查出真相之前，我希望你们自己去公安局自首。许成毅，你怀疑我？你觉得是我陷害了你，我在打算法的主意吗？ 我现在还不确定。连严长君都相信我，知道是林威在后面搞的鬼，为什么你在怀疑我？你应该是更了解我的。就是因为我了解你，你是那么的骄傲，本应该在离开 S G 之后就不在我来，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除非你是别有企图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别有所图。我在得知有人要害你的时候，我企图帮你。 我企图救你，我企图帮你守住最后一块阵地。你自己看看吧，这个证明不了什么。行了，你可以向董事长继续诡辩。董事长怎么决定，取决于他的盘算。但是许成毅不会再相信你，因为你伤害了他太多。真的是你？不是我。 那你告诉我，那段时间你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为什么打你电话你不接？你说过你不会原谅我的。如果我说我要帮你，你也一定会拒绝吧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我是个那么骄傲的人，我不希望我的所有努力在你看起来是在祈求原谅。既然我不需要得到你的感激，那我也就不用上你那儿邀功请赏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？ 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在帮你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，怎么现在突然就不相信？